你看台湾啊，这条这么漂亮的溪流里面，出现了一种啊，青蛙界的暴龙啊。现在这个青蛙大到啊，会吃蛇，它比蛇还凶哎。哇，还会跳，不简单。这里怎么有这个啊？走。啥时候出来的啊？那边有动物，快！每周四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台湾全纪录。